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工商部全仔。今天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位于黑沙环东华新村的单边三门面大铺位。它的面积大约就是1660尺，咁就有地面同埋阁楼嘅。咁而家佢咧个租金放紧咧就系75000一个月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啦，呢度系极多人流嘅，门面咧仲可以停电单车添，真系好方便噶。咁另外咧，佢除咗门面阔之外咧，佢仲有一个极大嘅广告位嘅，大家可以睇一睇佢呢一个位置。如果对呢个铺位有兴趣，就快啲过嚟联络我啦。中意影片的朋友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，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关注我哋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业或视频号啦。